我们呢，这个地方呢叫做地敷房，单线就好，干自己还是单线打结。我们哈，如果说那个你缝好之后，啊，通常我们呢底部都会把缝分摊开，那这个呢表部你也是缝分要摊开，但是缝分摊开的话，这因为它有玻璃，所以它会马上一个合起来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卷梳缝来固定，啊。那这个距离就是一公分一针，那，啊，你缝的时候记得可以缝到腰部，一公分一等针，不要缝小，没有意义，也要高。他那时针，他就会把它就固定起来。我要缝到旁边那个棉哦。你缝只要缝到棉，不可以缝到表布条，清楚？哦。哎，一定要听清楚哦，或你走也就麻烦了，你等一点。你缝的话，只缝到下面那一层棉，不可以缝到表布。哦，下面那一层。对对对，下面那一层的。下面那一层，对。好，那这样把它全部都缝起来。对呀，那缝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就好。你现在是到家了哈。哦。那到这花边这样的，因为这样没停，好，可以继续冰。